喜欢春天的花香，夏天的海浪，秋天的枫叶，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裴彻出车祸失忆了，双目失明。也正是因为他失忆了，他的白月光跑了，我才能得以陪在他身边。本来这样的机会是轮不到我的，这全都得益于裴彻的父母。裴彻的父母很忙，不放心把双目失明的裴彻留在家中。 又觉得自己儿子瞎了，怕找不到好看的女朋友。多方打听，深入调查，得知有个女生暗戳戳喜欢裴彻好多年。不巧就是我，一夜之间我成了裴家的儿媳妇。这下弟弟的学费有着落了，爷爷的医药费也有了，当然男神也有了。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是长相很是赏心悦目，想想也不亏的。 这波眼福码住，但是我没想到新婚之夜裴彻傻了，脑袋这里傻了，双目失明，凭借裴家的财力还可以治，脑袋这里的问题却很难说。我渐渐明白白月光陆遥遥为什么跑了，真是肤浅。虽然昔日的学霸男神变成了傻子，这落差还是有点大，但是他很乖呀、啊。 又听话，这么个帅气男神放在身边看着，他不香吗？裴彻的父母告诉我说，假以时日，裴彻就会恢复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。但是没想到，裴彻的白月光陆瑶瑶却说，如果好不了呢，那我岂不是要一直照顾他这个傻子？阿姨拉着我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控诉陆瑶瑶的恶行，还说我以后就是他们家的好儿媳妇。 以后我让裴彻往东，他就不敢往西。虽然这波承诺听得我心里很是安慰，但我清楚知道是我占了便宜。如果裴彻没有出事，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的。等他恢复记忆，他也不会喜欢我。但没关系，站着一天是一天。我向阿姨保证，您放心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裴彻一身穿的。阿姨抱着我，相见恨晚。 我的儿媳妇啊，你真是个好人。不过咱倒也不用如此节俭哈，钱该花就花，不用省。花完了，我还可以把你公公的私房钱偷出来给你花。在这之前，一切都很顺利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裴彻失忆变傻后，好像更粘人了。他以前属于冷漠禁欲那一款的，现在一整个撒娇奶狗加暴躁二哈。他每天都会忘记一遍我们结过婚的事情。 然后每天都要向我确认一遍，就比如现在，他围着客厅走了几圈，最后不确定地走到我面前：“你真是我老婆？”我肯定的点头：“不错，我就是你老婆。”然后他就会坐在我面前的地上，眼神迷蒙地盯着我，伸手描摹着我的脸部轮廓，半晌才笑出声：“老婆确实是我喜欢的那一款，虽然我知道他看不见，但被他这样盯着，心里总像漏了一拍。” 你都看不见我，怎么知道我是你喜欢的那一款？我相信我的感觉。裴彻闷笑，抬手握住了我的腰间。老婆，你刚刚不好意思了。我拍掉他的爪子。胡说，谁不好意思了？裴彻失明后，感官变得比以往更灵敏了，也变得撩人于无形。他的俊脸突然凑近我颈部，就刚刚啊，我都听见你呼吸变紧张了。媳妇儿，我没失忆前，你一定很喜欢我吧？是啊。 你就偷着乐吧，我没回答他，只是揉了揉他干净利落的短发，模棱两可道：“你猜，喜欢你像嚼了一颗酸涩青提，却甘之如饴。我喜欢用行动来验证。”裴彻突然七十二上将我压倒在沙发上，想要亲我，害得我差点喘不过气，下意识往旁边躲。裴彻没亲上，脸色顿时委屈起来：“老婆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不给亲？”呜呜。 我差点冒出一句“国粹”，你真不知道自己有多高多重啊，差点没被你压死。不过呜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刚刚是不是说了呜？裴彻下意识捂住唇，似乎他也意识到这不像他会发出的声音，脸顿时红了。我没哼，你听错了。虽然他现在是有点傻傻的裴彻，但他骨子里还是有一些原来冷漠禁欲的裴彻的影子。我看着他的样子。 感觉很可爱的样子，这么想着，我也上手了。怎么会有人这么可爱呀、啊？裴彻的皮肤白皙，脸颊很软，不一会儿脸上就被我捏出了几道红印。我顿时感到几分罪恶，几分贪念袭上心头。以后不许别人捏你脸。裴彻笑了，压住我的身躯微微发抖。谁敢啊？只要你一个人摸，别的手打断。裴彻捉住我在他脸上作乱的手，问老婆。 看见我表现这么好的份上，现在可以亲了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亲推了推裴彻，没想到他轻易被我推倒在了床上。我是不是力气太大了？裴彻脸红的摇了摇头，不是，是我太重了，这个姿势比较好。裴彻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耳边，急促撩人。老婆，你可以对我随便一点，怎样都行。嗯，总有一种上了贼船下不来的感觉，我有理由怀疑你在蛊惑我。裴彻失笑，那蛊惑到你了吗？ 嗯，第二天，裴彻是被我踹醒的。他坐在地上，捂住自己的腹肌，眼神无光。但我却感觉到了委屈巴巴。老婆，干嘛踹我？因为某个不知节制的人，我腰闪了。我扶着腰，尽量温柔。我饿了，去做饭。裴彻撑着床沿站起来，熬走到卧室门口，又折了回来，耷拉着脑袋，声音很小。老婆，我看不见。 看着他失落的样子，我真该死啊！咋忘了这个？我跌跌撞撞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努力抬手够着他的脑袋揉了揉。我错了，不应该叫你去做饭。走，我们出去吃大餐。裴彻并没有被我哄高兴，低着头站着一动不动。我抬手摸了摸他的脸，却感到手指有些温热。我吓了一跳，哭了。裴彻偏过头，不敢看我。没有。我开始着急起来。 手忙脚乱，四肢无处安放。别哭，别哭啊！我不太会哄人，你别哭，是不是我踹得狠了、啊？我发誓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我没用力。我越说越心虚，夏安，你真该死啊！这么好看的人，你都忍心踹他？看着他的脸都能消气了，好吗？裴彻低声着，不痛，被老婆踹是应该的。我家宝宝竟还有这觉悟，不错。我小心翼翼地掰过裴彻脸。 那怎么哭？快别哭了，眼睛都红了。你昨天也欺负我了呀！裴彻的脸立马刷的爆红，他抬手飞快的抹了一下眼睛，小声的问我：“老婆，我是不是很没有用啊？我都不能给你做一顿饭，别人的老婆有的你都没有，是我对不起你。”谁说我没有的？我纠正道：“我有，我有的可多了。”裴彻一脸期待的看着我，我高兴回道：“我有钱啊。” 谁的钱有我老公的多？哼，我能横着走。裴彻的脑袋立刻龙拉下去，无情吐槽：“老婆，你真的好肤浅啊！你不懂，这不叫肤浅，这叫远见卓识。况且我老公长得真帅啊！”我支着裴彻的下巴，一堆彩虹屁疯狂输出：“哎呀呀，谁家老公长得这么帅呀、啊？哦，原来是我家的呀，我真有福气。”裴彻被我夸得很不好意思，老婆。 别说了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和裴彻去了一家商场门口，好巧不巧遇到了一个熟人。裴彻的白月光路遥遥，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，要么装作没看见，直接灰溜溜地走。但路遥遥偏不，径直朝我们走了过来。他的目光定在裴彻的脸上，嘴唇却是在问我：“阿彻的眼睛怎么样了？”我淡淡回复：“挺好的。”裴彻眉心微蹙。 老婆，你干嘛要理他？我们吃饭去。陆遥遥的脸上闪过受伤，看着裴彻，阿、啊、彻，你知道我是我管你是谁，我只知道我老婆不喜欢你，麻烦让开，不要挡着我们去吃饭。那一瞬间，心里的紧张只有我知道。陆遥遥没说完的话也只有我知道。我和裴彻的时光是短暂偷来的。我没想到裴彻会意识到我对陆遥遥的排斥。 替我回怼了回去。若是他恢复记忆，还会这样吗？陆瑶瑶看着我的目光仿佛中了毒，眼神更是不可置信。你们结婚了？我没说话，毕竟如果没有他的离开，这样的事情也轮不到我。裴彻握着我的手指扬了扬，银色的戒指在日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，一如我所期盼的，我们可以这样一直继续下去。但我知道。 不安的时光正悄然来临我们身边，裴彻似乎失去了耐心，不想和陆瑶瑶过多的交谈。老婆，我饿了，去吃饭吧。他好烦，我不想看见他。裴彻，陆瑶瑶低吼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是谁吗？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吗？值得你这么喜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那一瞬间，裴彻握着我的手指紧了紧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。 我总感觉他不是全然不懂，也不是像别人以为的傻，他好像知道了什么。回去的路上，裴彻沉默不语，不再像以前一样看着我就粘上来，我的心里惴惴不安。到了晚上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晚饭也不吃。晚上十点以后见他还没有出来，我决定再去看看裴彻，可以进来吗？这一次裴彻还是没有说话，但他把房间的锁打开了。 我走进书房，里面一片昏暗，裴彻没有开灯。我正要帮他打开灯，却听到裴彻的声音自沙发的某个角落传来：“安、啊、安，别开。”“好，我不开。”裴彻的嗓音带着一点点轻微的鼻音。我有些担心地摸着黑走过去，终于在挨着沙发的地上找到了他。他的身上弥散着轻微的酒气，手里还攥着一个高脚杯。 我伸手夺过了他的杯子，怎么想起来喝酒了？忘记医生说的话了？对眼睛不好，一点点。裴彻小心的揪住我的袖子，老婆，你别生气好吗？不生气，过来我抱抱。裴彻沉闷着声扑过来，安静的任由我抱着他，他的声音低低的，眼泪无声滴落在我的颈间，顺着脖子流了下来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疼痛极了。曾经那个清冷孤傲、无欲无求的人。 什么时候有过如此颓丧的时候？别哭，裴彻，别哭了。过了许久，我才敢鼓起勇气问他：“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”“嗯，想起了一些，都有什么？”问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语气带着一些我尚未察觉的忐忑。我想起他了。今天在商场遇到的那个人是陆瑶瑶，是那天在手术室门前和我妈说我会永远变成一个傻子，再也好不了的人。 他说他不想照顾我这个瞎子一辈子，不会的，裴彻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我安慰着他。你都想起来他的名字了，离恢复已经不远了呀。老婆，为什么我会这么难过呀，傻子？因为你喜欢过他呀、啊。喜欢一个人就是会因为他说的话而难过的。没事，有我在。老婆，如果我好不了了，你还会要我吗？裴彻仰着头问我。 在月光散射的余晖下，他的眼睛明亮极了。如果没有蒙上晨雾，他该是多么耀眼的存在啊！要的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要你的。怎么会不要呢？喜欢你那么多年，怎么忍心不要你？如果没有发生意外，你才是我无法触碰的存在啊！记忆拂过那年初夏，栀子花瓣飘逝在七月的窗口，青色的风隐藏着候鸟失约的音信。 透过浓绿树影的阳光，稳住了午后的某张课桌。那天，我看见你明亮的面庞出现在远处的绿荫下，只是那么短暂的一瞬间，一株晚樱的心脏已经悄然跳动。也许，属于我的夏天正悄然离去。如果可以，我多希望时间就停留在现在，那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可我还是想要你好起来啊，裴彻。即使离别也没关系。 不记得我了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幸福就好。就在我以为裴彻醉酒快要睡着时，他突然喃喃道：“老婆，你有骗过我吗？”那一瞬间，我沉默了，手指僵硬地轻轻揪住他的衣襟，近乎到失声。我害怕到了极点，心里的谎言常常担心被拆穿。那时候你会恨我吗？对不起，裴彻，其实我不是你真正的女朋友，也不是你的老婆。 只是一个借着暗恋之名和你结婚的人罢了。我不是你喜欢的人，老婆，你不要骗我呀！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骗我了。如果别人骗我没有关系，但你不行，因为你是我最亲近的人了。我轻拍了拍他的背脊，强忍着眼里积蓄的泪。嗯，我知道，对不起，裴彻。老婆，我爱你。明天我会好好接受治疗的。嗯，我也爱你呀，裴彻。 对不起，这句话不能和你说了。安顿好裴彻，已经是夜里两点了。我再一次看了看陆瑶瑶发给我的短信，一切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，她猜得很对。明天早上七点，咖啡馆见一面吧。想必你也知道我对裴彻的影响力了吧？哪怕他现在不记得我了。是的，裴彻喜欢她。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了，那时候他俩是我们学校人人艳羡的情侣。 一个温柔体贴，一个落落大方，而我只是一个和裴彻从高中到大学的普通同学罢了。说过的话，七年来不超过十句。也许裴彻早就忘记我这号人的存在了。路瑶瑶说的对，如果没有他抛下裴彻出国留学的幼稚举动，我这辈子也无法和裴彻产生任何交集。如果没有那场意外，他们早就应该结婚了。 裴彻的手术时间是下午两点，我最后还是在早上出门去见了陆瑶瑶。咖啡馆一见面，他就给我扔过来一张卡，这里面有五百万，密码是六个零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什么意思？离开裴彻，凭什么？我不以为意，却不得不承认陆瑶瑶很适合掐人软肋。就凭你俩的开始，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。想啊，你还不明白吗？ 裴彻最讨厌别人欺骗他了。如果他知道你从一开始就不是他女朋友却和他结婚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还有，如果他知道你和他结婚是为了钱，你还认为你和他能有好结果吗？是啊，他说的没错。我一直努力忽视的事情，是一直显性存在着的。曾经我也想过要和裴彻好好开始，即使陆瑶要抛弃了他，但我不会。 我有想过，我们忽然偶遇，慢慢相知相识，像正常人那样开始。可是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我为了弟弟的学费、爷爷的医药费，接受了裴阿姨的提议，和裴彻结婚。我们的婚姻就与金钱交易分不开了。那场关于青春暗恋梦，像玫瑰流逝于荒野。送裴彻进手术室的时候，他似乎很不安，一直抱着我不撒手。老婆，我有点害怕。 医生都看不下去了，催我快点，劝他进手术室。可是今天的裴彻异常不听话，坐在可移动病床上，紧紧搂着我的腰，将头埋在我的怀里。老婆，你会在手术室门外一直陪着我吗？我出来还可以再看见你吗？当然会了，裴彻，你放心，我会等着你的。骗子！裴彻突然大声说话，我以为他看出了什么，心里顿时一紧。咋咋了？他却将我抱得更紧了些。 语气软软道：“对不起，不应该发脾气。安、啊、安，你要是骗我的话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所以在门外乖乖等我好吗？”裴彻亲了亲我的手心，我能感觉到他握着我的手指有些颤抖，也许是害怕做手术会疼。我不停地安慰着他。进手术室的时候，他依依不舍不舍地松开我的手：“老婆，睁开眼，我想要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你。我好想看看我老婆好不好看，可以答应我吗？” 裴彻的话又再一次让我放下了心，看来他没看出来我想要逃跑。我不禁逗他：“万一不好看呢？”裴彻纠正道：“不会的，老婆，你在我眼里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。哦”哦哦，老婆你好，漫不经心。这是第一次，他的语气这么强烈，开始像个成熟的大人，隐约有了一些从前的影子。医生说，他大脑中的淤血逐渐散尽。 不久就会恢复记忆。同时，这次关于眼睛的手术有不可预知的风险，他可能会记得从前，忘记现在。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事情，但我还是骗裴彻了。他问我手术有没有什么风险的时候，我撒谎了。他的风险只是会忘记我，但他安全就行了，我不敢奢求太多。我骗他的事情太多了，已经不差这一件了。 时间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三年了。三年里，我努力不去关注裴彻的消息，删了与他有关的一切。为了逃地远一些，我去了国外进修，还改了名字夏曦。但我还是能在各大财经报刊上看到与他有关的报道。站在纽约繁华的街道，听着投放屏上他用流利悦耳的英文侃侃而谈，愿建立经济共同体。 实现中西方贸易互联互通，原来这才是我所认识的裴彻呀！不再是那个傻傻的裴彻，不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裴彻，而是那个熠熠生辉的天之骄子。他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的才对。今天早上下了雨，又忍不住在路上看了关于裴彻的投放瓶。许久。去公司的路上堵车了，所以我迟到了。一进公司楼下。 助理就站在办公室门外等我，递给了我一沓厚厚的文件。夏姐，怎么才来？今天公司领导来视察了，在办公室大发雷霆呢。快点进去，今天有领导视察。我死了是吧？我心虚道。助理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。嗯，咔嚓，死了。听说惨绝人寰，手段残忍，阴晴不定，受过情伤。行了，别罗列了。 已经够瑟瑟发抖了。我站在门外，悄悄透过门缝往里看。今天的办公室里估计有五十个人，现在全都像被罚站似的。我心存一丝侥幸，认命地猫着腰准备混进去。这么多人挡住我一个小小的身躯不成问题吧？走着走着，不知道谁不小心绊了一下我的腿，害得我差点栽到地上。所幸我趁机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。 不过就是这触感怎么有点湿热？不等我反应过来，一道冷如寒冰的声音自头顶响起。这位女士还准备摸我的大腿多久？我擦！我赶紧站起来想要解释，头不小心再一次撞到桌子，我又一次不得不惯性蹲下。头顶的男人闷哼了一声，我手忙脚乱，手足无措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 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男人丝毫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眉心微蹙，表情不悦，还不起来。那一瞬间，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昨晚上好大看的不知名爱情剧的台词：“你这样凶，真的会没老婆的哦。”我完犊子了。待站起来看到眼前坐着的人时，我的呼吸怔住了。裴彻，再差一点点，我就要脱口而出他的名字。如果思念有声音。 那大概就是我见到裴彻的心情。裴彻的目光冷冷地在我的身上看了一眼，我以为他会认出来我是谁，但他很快当做无事发生，继续听他们汇报工作。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，和一群人站着。啪的一声，裴彻手里的报表用力地扔在了办公室的桌上最中间的位置，散得稀碎，尤其我的面前散得最多。谁做的方案？ 旁边站着的高管腿肚子一直抖，呼吸都不敢出，空气安静一片，真落可闻。有一个斗胆的，是是夏秘书做的，我真的栓 Q。我被同事推到裴彻面前，也想遁走，是我做的。裴彻坐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，深邃的瞳孔悠悠的泛着波光。夏秘书结婚了吗？好心的同事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结了。夏秘书结婚带俩娃、啊。 大可不必如此详细。裴彻的脸色顿时变得更差了，带着咬牙切齿的意味。难怪做的方案差强人意，那就是还行。我内心大吼：“那你干嘛扔了呀？”做方案很辛苦的，知道吧？我以为他要说是一坨狗屎，却没想到他说差强人意，看来是给我勉强找不。我心虚的问：“那还要做吗？”做。裴彻一锤定音。 说啊，我感觉哪里不太对劲，那还要再做一遍报表吗？裴彻，我说的也是做报表。夏秘书以为我说什么？昨晚沉迷温柔乡，忘了再修改。不是，倒也没有。行了，我对夏秘书的私生活不感兴趣。今天下午来我办公室做报表，出去以后，办公室的人给我吐槽，果然受过情伤的男人就是可怕呀。夏秘书，你刚来公司不知道，总裁三年前有一个爱人，听说不见了。 为了五百万，抛下失忆刚做完手术的他走了。听到这里，那些我努力想要忘记的过去，在心里泛腾开来。那天，我站在手术室门外等了几个小时，裴彻的主治医生出来告诉我，裴彻失忆了，只记得和陆瑶瑶的事情了，以为他可以好好和他一起生活下去，却没想到他记得我的存在。罢了，说不定是我自作多情了。 裴彻和流量明星的新闻频频流出，他和陆瑶瑶即将订婚的消息我多少听说了些。这一切也许就是最好的安排，不要再留恋了。夏安安，他不是你的。有同事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夏秘书，你别太难过，报表做不完，我们会帮你的。”我走进裴彻办公室的时候，他正在低头签着什么文件，我不敢打扰他，只是小心地坐到不远处的座位上。 见我进来，他只是随手指了指旁边的一叠厚厚的资料。夏秘书，你就坐在对面的办公桌上面重新做吧，然后继续工作。他的声音比在办公室的时候缓和了许多，也没有那么冷冽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看着裴车工作，他的眼睛看起来恢复得很好。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斜照进来，投下细碎的光影。时隔三年，再一次能看着他。 沉寂已久的心仍会不受控制的跳动。这几天，裴彻都只是让我进他的办公室里面做文件。我们的交谈一天不超过两句话。这样的情况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。裴彻每天都会很准时的来办公。最近是公司新品上市的时候，按理说他应该会很忙，这几晚都加班到深夜。但今天裴彻却迟迟没有来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 有些担心，却没有资格过问。我漫无目的的逛了一下他的办公室。平时陪车在的时候，我不敢多看，现在倒是可以看一看了。突然，我在陪车的办公桌上看见了一瓶药，在看清上面的字迹时，我的心脏疼的窒息。用于治疗抑郁引起的失眠、焦虑不安、恐惧。更多的内容我还没有看完，就被泪水模糊了双眼，我赶紧擦去。 裴彻的声音自背后传来：“夏秘书，这是在做什么？”“没干嘛。”我小声道，却不敢抬头看他。“是吗？”裴彻明显不信，他一步步走近我。身后是偌大的办公桌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近到我可以闻到他身上冷冽的薄荷清香。就在我退无可退时，裴彻突然停了下来，眸中冷意盛盛。“没什么事就下班吧。”“嗯。”迫于他的威压，我绕过他。 低着头收拾东西，准备下班。裴彻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交谈，空气安静极了，仿佛刚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尽管裴彻低着头办公，我仍然感觉到一双眼睛时不时地落在我身上，如芒在背。在我转过头去时，他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，低着头办公。要离开的时候，我走到他办公桌面前。 不知何种原因驱使问出了口，总裁，你还不下班吗？裴彻大概是没想到我会问他，不知该做出何种表情。等会下，我手指了指门口，那我先走了。他低着头，声音闷闷的，却惜字如金。嗯，走到办公大楼的大厅下面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自己的手机好像落在了裴彻的办公室，我再一次折了回去，走到办公室门口。 我突然听见裴彻在和人说话，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。你妈妈回家了，估计快到了，你们再等等。透过门口的缝隙，我看到裴彻手里拿的正是我的手机。透过话筒，好大儿裴乐的声音立马从对面传了过来：“叔叔，你为什么会有我妈咪的手机？你是我爸爸吗？”裴彻愣了愣：“我是他老板，他下班太忙，忘记带手机了。”我心里一惊，坏了。 也不知道他们聊了多久了，害怕裴彻发现孩子们的存在，我的秘密就藏不住了。我赶紧走进办公室，裴彻看着我回来，眼里闪过诧色，示意我等等。可是我根本坐不住，生怕裴乐和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但我又不能表现得太着急，那样会看起来很反常。所幸裴彻和孩子们说了几句话就挂断了，只有我的心里七上八下。 我走过去，想要把手机赶紧拿走，裴彻却突然将手高举着，他本来就长得高，我根本够不着，差点把他扑倒。我心里一急，语气不自觉地大声了些。裴彻，裴彻眉心微蹙，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去，手机给你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吧。我拒绝道。其实我本来不想和裴彻大声说话，只是因为害怕他发现我的手机屏保。 上面是我和他曾经的照片。裴彻无视我的拒绝，拿起了沙发上的外套，握着我的手腕，带我快步走出了办公楼。带我坐到车上，帮我系好安全带，动作一气呵成，显得十分自然。也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他为了别人做了多少遍。裴彻启动车辆，头轻抵在方向盘上，眼神慵懒地看着我。夏秘书，地址，我根本不敢告诉他。 心脏在砰砰的剧烈跳动着，心里一直在想有什么借口可以不让他送我。但很显然，我低估了裴彻的能力。看着越来越熟悉的路线，我才知道，作为他公司的员工，他也有方式弄到我的地址。到了我家的楼下，裴彻精准的停车了。我只想赶紧下车，一分钟的不敢停留。我害怕被孩子们看见，因为裴乐长得和裴彻很像。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他的孩子。夏秘书，裴彻叫我。卡宴的车窗被他反锁上了。我强装镇定地转过身看他，怎么了？你很怕我？裴彻的手指敲击着方向盘，一下一下的，规律可循。我有那么凶吗？我沉默不语，不知道该继续说些什么缓解尴尬。不是，虽然他在公司很凶，但是在工作上对我也没有怎么为难。 还加班帮我改报表，那是什么？我不想和裴彻过多交谈，与他越接触，暴露的状况就会越多。我不想被他看出端倪，只能随意找了个借口。裴总，我结婚了，所以我们应该保持距离。上司和下属的关系是最好的。我知道裴彻的语气淡淡的，辨不出情绪。我只是觉得夏秘书很像一个故人。故人。 裴彻有些疲惫地靠在方向盘上，他好像很累的样子，眼底弥漫上一层雾气。那双眼睛漂亮极了，是我努力想要守护的眼睛，此刻正一瞬不瞬地注视着我。夏秘书，你真的很像他。谁？问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心跳不由得加快，连带着掌心都出了汗。是裴总很重要的人吗？嗯，我爱人。裴彻的眼眶通红，握着方向盘的手指骨节发白，嗓音沙哑。 那句“我爱人”三个字烧得我嗓子发涩，是陆小姐吗？陆瑶瑶吗？你心中的白月光？为什么这么说？裴彻有些不解地问我。公司里大家都这么说。裴彻突然冷笑了声，他也配？我微愣了愣，不是？那难道是我吗？我不敢猜测，我有什么资格呢？不过是乘人之危的人罢了。咔嚓一声，卡宴的车窗缓缓落下。 裴彻打开了车门的锁，夏秘书到了，我落荒而逃。裴彻的那句“人是不是一直失忆就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不用承担责任了”，随风飘荡在我的耳边，挥之不去。他什么意思？那天之后，裴彻一直很注意和我保持距离。报表的事情完成以后，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进他的办公室了。到了周末，公司组织团建。 决定晚上在一家高级酒店聚餐。我原以为裴彻是不会参与这种场合的，因为他看着就不是喜欢凑热闹的人。但没想到酒过三巡，他突然来了，大家纷纷自觉地给裴彻让出来一个最中间的位置。也许是酒壮怂人胆，气氛一时嗨了起来。有人提议：“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”好，裴彻淡淡点头，表示可以参与。酒瓶却转到了我面前。 一时间，大家看着我，夏秘书，你有暗恋过的人吗？我下意识看向裴彻，眼神赶紧慌乱躲开。我选择了大冒险，选择自罚三杯酒下肚。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八卦燃烧，咦，肯定有，哈哈。到了第三杯的时候，我已经感受到胃里一阵阵的难受。裴彻却突然夺过了我的酒杯，将里面的酒一饮而尽，看向众人命令着换下一轮。 我被他不小心触碰到的手指掌心发烫，众人的瓶子一时间转向了他好几次，接连不断的问题接踵而来。裴总有暗恋过别人吗？我也在暗自倾听着他的回答。有，初中。哇哦，下一个问题，裴总有过爱人吗？裴彻似乎不想回答这个问题，犹豫了几秒，三杯酒自罚之后，半晌启唇，有过。自从裴彻替我挡酒之后，我没有喝多少，但他好像醉了。 聚会结束后，大家都找好了代驾离开了，只有裴彻和我独自坐在包厢里面，也只能我拖着他出去找代驾回家了。问了半天，这厮硬是不告诉我地址，醉醺醺的看着我，眼神好似弥漫着笑意。夏秘书，我没想到喝了这么多，他还能认出来我。嗯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裴彻冲我招了招手，出于好奇，我在他旁边蹲了下来，耳朵侧听着。 什么秘密？他眼眸微眯，从喉咙深处溢出一声低笑。我有一个爱人，他也姓夏。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很神奇？大家都以为我忘了，但我却一直记着。我的呼吸紧了紧，更多的是疑问：他怎么会记得？不是应该忘了才对吗？裴彻，你怎么会记得？因为忘不了。裴彻笑着笑着，突然又哭了。他哭的时候没有声音，喜欢低着头。 如果不是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背，我也发现不了，因为忘不了那句话，烫得我心尖发涩。裴彻，你不应该记得，只有忘了我，才有属于自己的人生。我不过是一个插曲罢了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要你。裴彻突然道：“那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情话。”你怨他吗？裴彻回答我的是裴彻睡着了的呼吸声。我没有裴彻的身份证。 也无法为他办理酒店入住，只好带着他回了家。我本想着明天一早把裴乐和裴玉一早送去幼儿园，然后再把裴彻叫醒，这样他就不知道孩子们的存在了。但我低估了酒醉的后果，就是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，我鞋都来不及穿，就赶紧下楼。裴彻正与两个孩子亲切地交谈着，一大一小正在堆积木。 裴彻把小一点的裴玉抱在怀里，另一只手搂过大一点的裴乐的腰间，教他堆恐龙积木，嗓音温柔，眉眼含笑。乐乐，这样不行，恐龙的腿歪了，得这样才对。裴乐抱着他的手臂，夸赞道：“爸爸，你好厉害呀、啊！”爸爸，我没想到，一觉醒来，孩子们已经认爹了，这么快就接受了裴彻的身份。 乐乐看着裴彻的眼神充满了崇拜，还不忘吐槽我妈妈她就不会。而小一点的裴钰则盯着裴彻犯花痴：“爸爸，你真的好帅呀、啊！你真的是妈妈照片上的人吗？难怪他老是拿你的照片一直看，有这么出卖自己老妈的吗？”裴彻的嗓音哑然：“你妈妈她有我的照片吗？”我心慌至极，离开裴彻时，我把照片全带走了。 他一张都没有，自然不知道我的存在。有啊，妈妈有好多爸爸的照片呢。我要阻止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裴玉迈着小短腿，噔噔噔的跑去房间里面，拿出了相册，很厚的一叠，都是我和裴彻曾经的回忆。裴彻看着那些照片，瞳孔闪过震惊，眼里尽是不可置信。紧接着，他头疼的抱住了头，似乎很痛苦。我有些担心的跑过去。 裴彻突然冷静了下来，看了我一眼，揉了揉眉心，随即对着孩子们道：“乐乐，爸爸找司机叔叔先送你们去学校好吗？”两个孩子抱着他不撒手，不要，万一你跑了怎么办？裴彻无奈的扶额，温柔的揉了揉他们的脑袋，不会，爸爸答应你们，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做晚饭，好不好？孩子们这才同意，一人一口亲了亲裴彻的左右脸。那好吧，爸比。送走孩子们后。 房间里就只剩下了我和裴彻，一时相顾无言。准确的说，只有我单方面不敢看裴彻。沉默半晌，裴彻终于开口，语气不急不缓，可我却听出了里面隐含的愠怒。这算怎么回事？我沉默不语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裴彻叹了一口气：“夏安,安，说话，事情就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我就是那个不守信用、欺骗你的人，你恨我吧？” 裴彻被我气笑了，他起身一步步逼近我，将我堵在身后的墙壁上，眼眶发红。在你眼里，我裴彻算什么？我我扣着手指，努力缓解心里的酸涩。裴彻的掌风从耳侧穿过，我吓得闭上眼。偌大的影子挡住了我的身形，失落的声音在头顶响起。我就这么让你不相信吗？至于让你特意改了名字躲着我吗？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完？玩消失，裴彻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极力解释着，可是裴彻不相信我，眼泪无声的滴落在我的眼睑上。我发现和我待在一起，我总是能让他哭。夏安，我永远不会再相信你了。我在为你哭，我就是狗。裴彻说完这句话，摔门出去了。我以为以后他都不想再看见我了，甚至已经想好了离职申请。 但我没想到晚上咚咚咚的门铃声响起，裴彻拎着一大袋子新鲜蔬菜站在门外。我只是答应了要给他们做饭，我不会食言的。有被冒犯到。吃完饭后，孩子们不想让他走，死死的缠住裴彻的腰。爸爸，你别走，和妈妈一起睡吧。我被他们的惊人之语吓得咳嗽出声。裴彻的目光不着痕迹的看了我一眼，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委屈。 算了吧，你妈妈她不喜欢我，我还是回公司睡吧。郝大极力撮合，怎么会？妈妈她每天都要抱着你的照片亲几口才睡。她说你是她的高中男神，她可喜欢你了。我真的会谢。正在喝水的我被吓得差点呛着。这俩孩子谁爱要谁要吧。裴彻的脸红到了脖子根，声音带着缱绻柔情。真的，真的。孩子们偷笑着疯狂点头。 晚上，裴彻真的留了下来。房间里，我俩面面相觑。裴彻先去洗了澡，出来时水滴都还没有擦干，优越的人鱼线从腰间到小腹。最后，我一下子红了脸，尴尬的转身对着他道：“你先睡吧，你睡床，我睡沙发。”裴彻却突然走到我面前，躲什么？我什么样你没见过？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时隔三年，还是这么不争气。安安，裴彻唤我，转过来。 我们聊聊吧。我默默地转过身，低垂着头。聊什么？三年前，你为什么离开？裴彻坐在沙发上，轻轻捏了捏眉心。是啊，三年前，为什么离开呢？因为对那段关系的不自信，因为觉得自己欺骗了你，因为自卑，因为我不是你真正的女朋友。你的女朋友是陆瑶瑶。我还答应了裴阿姨和你结婚。其实我当时是为了钱，我不是故意的。 那你喜欢过我吗？裴彻的语气认真道，还是没有，隐藏了失落。我语气笃定，有，我高中暗恋过你，你可能不记得我们高中是一个班的了。我记得。裴彻低声道，我和你说过话，你不理我，怎么会？这么帅的人和我说话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从裴彻的口中，我才了解到，他和我初中就认识了，那时候他还是个小胖子。 每次体育课跑步，他总是落在我后面。我们初中不是一个班的，对这点我完全没有印象。因为社恐，到了高中，我不敢和男生说话。那时候我每天只想着学习和挣钱。我当时需要钱，需要很多钱，每天放学后仅有的一点时间都拿来做兼职了。我变得越来越沉默，越来越不关注身边的事情。裴彻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我都不怎么搭理他。 或者说我当时都没敢怎么好好看他，唯一的印象是有一次课间休息，同学们都在打篮球，因为用力过猛，差点砸到正在埋头走路的我。当时裴彻替我挡了回去，非常歉意地看着我，对不起啊，同学，有没有事？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样子，我原来都不知道我们班有这么好看的人。吸引到我的是他独特的嗓音。 还有少年身上的那份放荡不羁，是我无法奢望的自由。那时候我开始关注到了他，只是没过多久，裴彻就转学了。没想到到了大学，我们会在同一个学校。他成了 A 大的招牌，学习好，家境优渥，长得好看。我一直以为他和陆瑶瑶是男女朋友，因为经常会有人拿他们做比较。看着我的震惊，裴彻轻轻戳了戳我的额头。 怎么可能是男女朋友？只是别人经常将我们扯在一起，那时候一直解释，也觉得累了，后面没有再管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裴彻亲了亲我的额头，我有些茫然地望着他，怎么不一样了？他的唇角勾了勾，因为我有老婆了呀。任何让你感到不安的事，我都会让他们消失，不会再让你难过了。裴彻，你这是原谅我了吗？我有些高兴，还没有，还有点生气。 哦，oh, 我失落地低下了头。裴彻无奈扶额，长长的发梢挡住了他的眼睫，我看不清他的情绪。夏安，你真的是太太过分了，太令我失望了，让我难过了。你知道这三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所有人都在向我强调一个事实：我没有结婚，我没有妻子，这一切都是我失忆的幻想症。我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。 唯独没想过，裴彻湿润发红的目光对我说：“你让我难过了。”那一刻，心脏撕裂般的疼。我那么喜欢他，却还是让他难过了。我想要的不过是希望他幸福啊！对不起，裴彻，对不起。嗯，呼吸被裴彻夺走，他将我推到身后的墙壁上，伸手护着我的头，惩罚似的发泄三年来的委屈和压抑。啊，差一点点。 裴彻将我搂进怀里，将头埋在我的颈间，嗓音涩然，差一点点我就找不到你了。你还把我们所有的照片都带走了，一张都没留下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嗯，裴彻，我知道错了，不应该自以为是，不应该不向你解释就逃跑。我以为手术过后你就会彻底忘记我了。裴彻目光带有淡淡的责备，却难掩温柔难过，怎么可能会彻底忘记？他起身将我揽在怀中。 揉着我的发丝，安安，喜欢是情感，不是记忆。一年后我就想起来你了，怎么舍得忘记？我一直在找你，但是你把我们的回忆全都带走了，还有我们的照片，一张都没留下。我怎么都找不到你。在公司听见你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也不敢确认，更何况你还改了名字。喜欢是情感，不是记忆，这个道理我怎么现在才明白呢？我愧疚的说不出话。 裴彻，对不起，如果你可以试着原谅我，我愿意做任何事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我怎么都行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逃跑了，再也不会丢下你一个人。裴彻替我擦了擦眼泪，眼神温柔浅情，真的。我点了点头。裴彻坐在沙发上，不紧不慢地看着我，轻轻拍了拍大腿，坐上来啊！我震惊。 却不受控制地走到他面前，裴彻青拽住我坐在他的腿上，不是说要讨好我，修长的手指环过我的腰间，他的呼吸喷洒在我的脖颈，耳垂突然被咬了一口，激得我身体一阵酥麻。他笑得像个祸国殃民的妖孽，老婆这么纯情可怎么办？会讨好人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他笑得恶劣。我教你。说完，他握着我的手指抚上他的腰间，一步步往下。老婆。 房间里尽是暧昧的声音，浸透耳膜，蚀骨入髓。我渐渐迷失在他的一声声轻唤中。那一晚，我深刻的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惹谁都不能惹一只刚开了婚的狼。本以为是只奶狗，没想到都是误判。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，裴彻在我耳边低声道：“老婆，以后我们就一起慢慢相爱，慢慢变老吧。你不要逃走了，我不会再让你感到任何不安。” 那天我没怎么在意，除了裴彻，没有人会让我不安了。直到我看到了关于陆瑶瑶的采访。记者问：“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知道陆影后和裴总的婚期？”等不及吃喜糖了，陆瑶瑶笑面如花，面露娇羞。这也得看彻哥哥的意思了。当天早上，微博上全是在裴彻下面追问的：“裴总什么时候把我们影后姐姐娶回家呀？二人郎才女貌，简直是天作之合。” 女神可是等了你好多年了，还有无数粉丝在陆遥遥下面留言，姐姐别忘了请我们吃喜糖。尽管我知道都是假的，但看到的时候还是有些不开心。陆遥遥大多数都一一贴心回复，快了，到时候会通知大家。我看不下去，索性关了微博。傍晚，手机消息炸了，裴彻用公司官方账号发了声明：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 对于陆女士发表的不实言论，已经严重侵害了我的名誉权，裴某将追究法律责任。最后说一下，本人已婚，我很爱我的老婆，不存在犯重婚罪的想法。从前孤家寡人可以不在意名声，但结婚了深知要守难得的重要性。我不希望任何不愉快的消息影响我老婆的心情，还望大家周知。大晚上的，裴彻艾特我的微博夏安女士。 余生请多指教，裴先生，余生多多关照。然后我配了一个摸摸头的表情，裴彻立马发了一个给你花花的表情包。有人问裴彻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规划？挣奶粉钱，养孩子，哄老婆。我俩的微博互动再一次掀起了一波热潮，所有人都在传裴彻是妻管严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我才是夫管严啊！ 晚上，裴彻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了我的疑问帖：“老公一夜七次，不知节制怎么办？”网友一：“离婚呗，还能咋办？”我不敢。网友二：“楼上吹牛皮吧，男人半小时算优秀了。”网友三：“我家三分钟，我说什么了吗？”为了以防裴彻发现，我还特意换了一个手机，没想到还是被他找到了。老婆，你想离婚？嗯，裴彻说着，越走越近。 我只能越来越往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，不敢，只是不敢，不是不想，不是两个都不敢。嗯，暂且原谅你。过来。哦，我心虚的走过去。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今晚给我收敛点。裴彻笑着，也不敢放肆。嗯，知道了。就抱抱也不行吗？我傲娇。行吧，勉为其难给你抱一下。裴彻轻笑。嗯，我赚了，谢谢老婆。